我的名字 Jonathan，我从台湾来的。我在德州长大的，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 poker 了。在很久以前，从那部电影《Rounders》出来的时候，德州就很多人到处都在玩 poker。那个时候周末都会跟朋友一起打 poker。我在玩 poker 之前，我有投资一些小型的生意。当我靠 poker 赚的钱比自己每个月投资生意的钱还多的时候，而且风险还更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可以靠 poker 来做一个事业了。其实 poker 大家打到职业之后，都会希望在一个时间内退出。退出不代表说不打了，退出就是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子每天打，因为你这样子每天打，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压力在。那你变成你的脑袋随时都要很清楚，然后你要身体也要维持健康嘛，所以每天打的时候实际上压力很大。在台湾，我们是打算在做教学这方面的学校，我们在筹备当中教现场的，那 Ray 是教网络的学生，可是我们都会互相配合。亚洲人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喜欢从现场的开始，因为小时候大家都看过《赌神》嘛，亚洲人都是喜欢从现场的那种感觉、那种气氛，我觉得对亚洲的市场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教出来的，也就是希望大家是往现场的方向去走。那当然，网络的还是有他们一定的族群在，那 Ray 就是负责在教亚洲人在这一块方面。我估计大概在3年到5年，如果存到够的钱的话，我们会是希望是开发这个市场，而不是就是一直自己打，一直自己打。因为毕竟自己打，你如果希望以后老了还喜欢玩这个游戏的话，你这样子一直打下去，可能到了老了，你看到扑克牌就会吐了，可能看到赌神也不会想看。